那我们来看一下 Photoshop 制作大头照，应该各位都有经验教过大头照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洗一组大头照多少钱？我们这边有的好像有的地区是四张，有的是六张。那在台中的话，四张一组，四张是60块，所以平均下来等于一小张就是15块啦。请问你洗数位照片一张几块？虽然你很久没洗，我知道。根据你以往的经验，一张数位照片大概多少钱？去 Seven 的话，好像一张5块啦。哦，好像一张5块，但是现在要100块以上才免费，就是免运费。你如果低于100块，它就是还会多一个运费的部分。所以怎么算，一张15块好像都不划算嘛？因为其实说真的，如果您是一张4×6的照片，你洗这个是2寸的，就可以有8张。如果你是洗1寸的，因为有的地方需要1寸的，1寸的可以10张呢。如果假设一张照片数位相片是5块，除以8，你用15块买，我用不到1块钱买，哪一个比较划算？差很大呢，真的差很大。尤其如果整班的差更多，好、哦、差更多。那所以你可以试看。那另外一个问题是，你用的假设你洗了8张，请问你有哪一个考试或者是活动需要一次用到8张的？没有嘛？你一定都是只有用掉几张，对不对？下次就是找不到啊，所以又要再洗一次啊。所以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嘛。你4张，我4张，这样就好了，对。因为你们都没有照规定来，人家都有说半年内进照嘛，你谁理他？有照片看起来一样就好了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要照这样的话，那可能，哎，照相馆钱就赚比较少一点了。那我们来试看看喽，这个就是 MIT 的好处啦。所以您到我们这边来哈，你可以不用理这边，你直接从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叫做大头照，上面这里看到了哈，现有的照片不用理它。直接新的编辑就好了，好，这个就不管它。OK， 进来了，而且人家很贴心，给你有不同的组合。好，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这边，它每一张范本上面都有告诉你，比如说像这个就是适合新版身份证，各位应该有经历过那个换证过程嘛，大概是5、6年前嘛，对不对？它有规定说它头的比例多大啊？好，那背景要是白色的，以前我们都是蓝色比较多，那要白色，那不能戴眼镜啊什么之类的。好，我就选这个，你可以自己选，看你要哪一种。选好之后呢 ，OK， 接着就很简单，只要你负责把照片丢进去就好了。那这里呢，我就找这里丢上来，有没有一次就4张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丢这个丢进来，但是你如果拿这个去参加活动，人家会告诉你，你这生活照别人理哦，因为比例不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很贴心的，你看一下右上角有没有一个红色大头？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红色大头对准你照片中的头，这样比例有没有比较接近？它就是帮你把这个比例已经有稍微先算好。当然，其实如果你本身就有那个证件照的，不用做这件事情了，因为照相馆都帮你处理好了嘛，你就直接放进来就好了。我们是拿生活照，不得已才要做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你这个。处理好了，你可以再点换另外一张，有没有？因为另外一张要处理，点了之后，在这边一样把它做好，对好，这样比例就比较接近。而且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人家很贴心，连这个裁切线都帮你准备好了。所以如果有裁刀最好，没有熊博有美工刀，再没有嘎都也可以嘛。总是不会，对不对？总是不会剪的差太多啊。那做好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输出，它就是变成一张照片了。那么，请问你照片的话，用什么格式您觉得比较好？大部分我们都是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 JPG 并不是最好的 ，JPG 本身并不是最好的，因为 JPG 本身你只要用到这个，它一定会问你压缩品质，也就是说它是属于破坏性的压缩。你如果这个照片一直编，一直存成 JPG， 品质会越来越差。所以如果你要比较原始的内容存下的话，我们会建议就是
你用 TIFF 啦或 PNG 应该会比较好。像我们刚刚那个线上去被它存下来就是 PNG， 因为 PNG 的图是可以带什么，带 Alpha Channel， 就是那个透明度的。好，如果你本身是有透明的话，你可以存下来。所以你看我点这个，它就不会问我压缩，有没有？我点 TIFF， 它是不是也不会问我压缩？只有 JPG 才会。好，那至于说你要输出到哪边，就您自己决定就好。好，那相对的，如果你有比较多的，比如说我们班上比较多人，一个人会用就好的，所以这里有一个 P4 功能啊，没有 P4 的已经直接坐在这里面了，大头照里面了，你就一次校进比较多张，它就输出的时候这边就会变成比较多张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你可以从这边有没有载入照片，如果你真的比较多张，假设我这么这几张好了，那我加入照片，总共有没有变成三张，对不对？那输出的时候就变成三张，你就拿那个去洗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就把后面还给您喽。虽然不是每天都要用到大头照，但是这个不无小补。现在不是流行小确幸吗？其实真的还是要追求比较大的幸福比较好了，不要老是在追求那种小的。但是这个是对于我们在你使用上其实还蛮有帮助的。我会建议各位，你千万不要自己印。现在有些印表机不是有照片的照相，就列印相片的功能吗？自己印绝对不划算。为什么？相片纸一张多少钱？你一定要买 A4 的啊，啊不是，就是你要买那个4×6的，对不对？一张可能就要大概10块啊。那你还要墨水的，你如果用副厂的，效果一定比较差，一定要用正常的。那不小心印错了，绝对是亏钱嘛。所以拿去给人家洗比较赚。除非你很敢啦，不然的话正常来讲我会比较建议你拿去给照相馆洗，虽然它赚的比较少，但是至少洗出来的品质应该会比你自己的设备出来好一些。